清净身心，参悟原微，一篇之外又一篇。大众，这一点虚空不昧的真人，岂是容易见得的么？古今圣贤仙佛，列祖群真，面壁九年，坐环六载，三三七七，勤苦参求，以至历遍名山，遨游福地，寻师访友，问道听经，苦行深功，布施累德，种种修持，不过为此生死性命大事因缘，前不知来，后不知去，流浪沉沦，难免轮转，所以发下誓愿，立功行持，或以绝念忘情，毁出世的法，便去打坐三年五载，坐破了蒲团，几曾见些而念绝，半刻情亡，两个五，还是十也，或以烹圆面红，毁出世的法，便去行宫，朝尊暮蒙，推扶进火，几曾见玉章七反，今亦九环，拿住策，放了道也，或以全师观赏，默招上帝于三天，或以年度制忧，超拔阴魂于九地，或以呼神召章，佩服六二号真人，或以提气开关，运精气而称妙道，或奉诵经文，而勤劳礼拜，或炮制丹药，而救病医疮，或练服食而望飞升，或效阴阳而行采取，或房中顶气，呼吸以神运真元，延生接命，或顶炉沙火抽签，以消炼卯银，布施立功，或以身体衰残，抱金丹之道，而待存于有福，或以因缘浅薄，行难行之行，而舍身于悬崖，种种甚多，皆非正道。大众，绝念忘情，要参悟得啫。念从何处起，情从何处来，拿得定，提得稳，认得真，指得实，方才了手去绝，下手去望。且问你啫，会拿，会捉，会认，会指，会下手，会绝念忘情的，是个什么？任你绝念忘情，蒲团坐破，念还是念，情还是情。大众，以念绝念，换作头上安头，以情忘情，换作拿策放策，不若连这个忘情的忘法都忘，绝念的绝法都绝，两机俱忘绝，入众妙门，方是个相胜道理有。大众，我将法子去绝念，不知法子便是念头；我将法子去忘情，不知法子便是情种。大众，绝念不如念绝，忘情不若情忘，换作求人不如求己。有大众，烹完念红的秋天，火候此后挂牛，把一个太极混沌穿残作破，应假名而为实用，指譬如而作功夫，网论三田精气，盲猜九窍，书机把七字九字反字还字当做七次九次，七回九回，七段九段，七年九年，七转九转，这个画图那个出像，树着脊梁，美女梨园，丹田降室，望亭画池，水星火降，温养沐浴，今日也是坎离交，明日也是地天泰，后日也是云拍合，今年也是等婴儿，明年也是等婴儿，后年也是等婴儿，等到九年，还是个不知死的老作业。他不自知差错，还摇头屈住子，对住外户说道：我是那一日结了圣胎，温养的火候又不错，沐浴的时节又不差，为何胎成十月，不产婴儿？还是你我福薄业深，鬼神不容成就，他还捧着肚皮，老着脸，张住嘴，叹着眼睛，推落泪。
大众遮一等，穷根下愚之人，不知自心，不明自性，昏天黑地的业障，知甚道理？大众当知此人还是有心向上的人，但是昏迷不醒，向上之机。大众身中精气本是先天元气，元精不增不减，无垢无净，不生不灭的宝，你若去搬弄它，也不见天出来，不搬弄也是如此。不见小的遮一点，虚灵不昧的真人，便是元神，既称元神，又说是什么胎，什么婴儿，自己多劫以前罪业未消，障碍未除，心源未净，性根未灵，不去早早忏悔牵由，改变气质，参思悟道，忍辱行心，及把有用的真心，做那没用的假事，及把有限的光阴，等那无影的婴儿，做什么？大众，自己心中知善知恶，知是知非，知邪知正，知生知灭，知己知彼，知真知假的，便是婴儿。但遮婴儿，原不知善恶是非，邪正生灭，己彼真假。遮婴儿不自着相，因境生心，因心生智，因智生知，因善所以知恶，因是所以知非，因正所以知邪，因生所以知灭，因己所以知彼，因真所以知假。如无我相，亦非空相，不过是这个世界在此，不得不在，无世界，则此之亦可以无之的。但此之乃良知，色门换作善知识，道门换作婴儿怨神。总而言之，大众，即是一点虚灵不昧，知理性有。大众，只见道人日还打坐三年九载，你可曾见他还中坐出什么来？还是利己，还是利人？大众，你只见道人口说怀胎入室十月之后，可曾见那个道士出婴儿放光焰双魔？大众，你见作蒲团的道人未入还之先，他不知天地阴晴，鬼神情状，人间祸福，未来得空，生年死日，及至出还之后，照旧不知自己生死不明，如何道得人出生死？吉凶未卜，祸福未知，鬼神所离，天地所讥，生与俗人一般衣食，死与俗人一般埋葬，则遮打坐坐还，岂非多事？大众，先死往生后日还，先了爱缘后打坐，人生九息，则肾足而真元上升，亲心九息，则心虚而真控下降，饮食调节合乎时宜，则脾强而风固控元，情空则肺润，性定则肝荣，肾水旺则眼光亮，而同诸如质，心火烧则口津满，而味厌如理，魂清则肝气顺，而筋骨轻，魄安则肺液通，而须发黑，脾脏胃和，则舌丹爽烈，而音声响亮，窍通血盛，则以充气脏，神全则目明，五脏得中，则百病脚，五味淡薄，则正气生，按四时八节，初无道印，则风寒暑湿不能侵，将六欲七情，戒性行心，则邪妖鬼魅不能犯，参求大道，则良心健，而真性明，了悟真机，则识身空而发惶然，自道而后道人，还是道己。大众，到此田地才算进了大门第一步也，然后入还坐正，上可通天，下能彻地，鬼神之情状，天地之枢机，合辟不出呼吸之间，造化不出手掌之外。入还是凡胎俗骨，出还是圣体法身，
明大道则眼界高，看破诸缘皆幻假，有主像则心胸阔，包罗天地入虚空，人心未动我先知，事物未来我预识，方位六通，智慧无穷，一切天魔拜服，齐愿保刑，一切外道归依，色相畏惧，戒指终须离身，立之不觉，处诸内十方世，壮于不知，书放则大地山河，任唔受用，潜藏则微尘粒米，凭我安排。大众，这个向上无为，至真妙道，第一在参离理而悟天机。大众，你们虽将盲修合作，攀缘练红，全师观赏，面道济忧，受禄提气，奉众合药，服食采药，阴阳炉顶，烧卯卖道，苦行舍身，遮许多无用之事，不急之务，且都放过一边，着要一意端成，对天发愿，但愿弟子自从今日以及来生，唯愿早明生死来去之机，解脱轮转胞胎之苦，离种种变，得闻妙道。大众，遮离种种变，便是参离理而悟天机的大方便门了。大众，如何是种种？即是盲修合作，攀缘练控，种种旁门也。如何是变？这些旁门非中非正，譬如一张桌案，这些旁门总在四边，不能入心，纵使到心，亦不离着，殊不知离着，方是虚空大道，不能离着，还是物，不是道，岂非边也？边者旁也，斜也，界也，岸也，旁则不中，斜则不正。大众，有地界则不能广大，有崖岸则不能雄浦，区区的手着遮玉袋子，仍作千年古柏，万岁青松，活活的困煞遮主人公，反去射灯寻火，乱假忘真，岂不是倒在一边？虽是成功，不过是个自了汉，有限果位，报尽还入轮回，与这些众生有什么利益？大众，成仙佛做圣贤的，存在舍己从人，为度众生，发宏誓愿，这个打坐的人连自己还渡不过来，哪里肯渡人，还作自了汉，几曾得明大道，无量道人倒在一边，心可怜悯，天尊说结，泄露真机教大众，离却那自利之心，离却那一边之法，使那旁门归中道而行，邪教从正法而入，把有限地界开展得无碍无遮，把广大的法界舒展再舒展，把那有崖岸的沟渠作宽得无边无岸，把雄浦的法身身放再身放，此方是是不见我，听不得闻，离种种边，名为妙道。参悟之门，从放开心地，广体善心，亲近那高明先达之师，智慧真诚之悟，及及将圣贤妙义世世追求，积功之久，自然开悟，自见天机也。大众，圣贤仙佛成道升天已久了，要见圣贤仙佛之心，先明圣贤仙佛之理，能明圣贤仙佛之理，便悟圣贤仙佛之法，能悟圣贤仙佛之法，便行圣贤仙佛之事，能行圣贤仙佛之事，便是圣贤仙佛之身了。大众，圣贤仙佛的心在何处？大众，只在方寸。圣贤仙佛之理在何处？大众，在眼前。圣贤仙佛之法在何处？大众，在经文。圣贤仙佛之事在何处？大众，不出世法之外，即在世法之中。圣贤仙佛之身在何处？大众，你们若能见圣贤仙佛之心于方寸之中者，则能明其理，
暗其法，行其事矣，能明其理，则政道存，能悟法，则诸缘国，能行事，则功业立，而天机不息，万劫常存。当知此人神通智慧，以具圣贤先佛之体，即是圣贤先佛之身矣。大众，参悟从什么下手？大众，先去受初真十戒，降服身心，使方寸不乱，则能见圣贤先佛之心了。然后进中极戒，开辟圣灵，使圆观通彻，则能明圣贤先佛之理了。然后进天仙界，精研妙义，使圆通智慧，则能悟圣贤先佛之法了。然后解脱无碍，可圆可方，可大可小，可行可止，可生可死，可前可后，可温可伸，可出可入，可圣可贤，可仙可佛，可四心，可六道，可天宫，可地狱，随方设教，力劫度人，变化神通，现身说法，如无边明镜，照诸影像，互相融入，则能行圣贤先佛之事，成圣贤先佛之身，正圣贤先佛之果矣。大众，即换作参离理而悟天机也。大众，如何换作得圆珠而知妄象么？昔者皇帝由赤水而失圆珠，使智慧聪明多般法术，求而不得。后来忘其智慧聪明，多少法术，反得之于妄象。大众，无象换作妄象，圣圣然然，仙仙佛佛，虽具智理，本无实相。大众，若着了相，求圣贤仙佛，便是皇帝用智慧聪明求圆珠了。大众，皇帝失圆珠，得之于妄象；道人参了理，得之于无心。大众，我已涉尽天机，发明心印，你们却要仔细提防，圆珠一失，不知何日方得圆珠在掌中也。万卷仙经谈不尽，一篇直话涉无余，劝君莫弄多方法，道在心头不在书，着伤心缘心不去，有心打坐坐成魔，许多邪路人偏走，正道无人可奈何。回向文，愿以此功德回向大慈尊，加被众忠亲师之并眷属，普为诸众生皆成无上道。